要怎么看呢、啊？我跟主祷告，如果印花的不准，就是我跟主在玩。所以，我们对话要有精准的，那就求主给我们一个单纯心。我们知道这个诗歌呢，总共有五节，我们都很清楚有五节，有约伯，对，然后再来诗歌，诗歌，诗篇呐、啊，诗篇，诗篇呐。那我们就知道约伯是受过很多的，在我们人看来是受过很多的苦，受过我们的人来看人的观点是他受过很多的对付。对，你说那个不是对付，那个是剥夺，对不对？是剥夺他认为自己，所以他说要寻求神的完全。哎，不是寻求人的完全。哎，对。林兄，林兄在那让我爱那个歌词。擦干我一切的，让我学习了你那样的完全。如果我们认为完全了，那这个穿山越岭就不用。对，这个护我的大能就不用。我已经很强，因为我们不完全。对，就经过耶伯呢，然后再有诗篇什么，我们在困境中什么要献诗赞美神。对，你这个环境才会过去啊。对，对不对？你一直在那里。哀声载道的时候，哇，这个环境怎么那么苦？你就没有办法献上，你就没有办法进那个什么躲言的隐秘处。对，求主保守我们。再来呢，我们要什么？要睁眼那个什么？要那个智慧的话来建立我们的个性。话来建立我们的个性，我们不能什么随波逐流。对，所以我们常讲说，主啊，保守我在这个圣灵的水流里。但这个水流里呢，你是要有一个坚定持续的，不是任何一个人那个随便的人能够达到完全。对，但你们要有智慧的话，是，对不对？到这一篇呢，到雅各什么，他是满足重要。我们知道雅各他从第一章的一节，对，到二章的七节，它是一个段落，就基督徒所有的经历里面这五节。诗歌书里面的就是在这个单纯的过程里面，但是你在那个筛选里面，就是整个一个过程里面，就是在那里的循环。我们进入人生的经历就这样，他在什么？我们要有一个对象，恋爱要有一个对象，对，单一的对象。如果不是单一的，就是何西阿书讲的，我在这里重复，感谢你，就是单一的，愿你用口与我亲，说你吸引我就。我们跟主第一要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，再来有这种亲密的关系，你看什么？进入内室交流，跟主不只亲密而已。那个亲密呢，只是我们讲说 surface， 那是一个表面。李弟兄跟我们讲说，我们跟弟兄之间、姊妹之间呢，不要那种表面滑冰而已，我们要破冰。所以你要进到内室里面，跟神有情深爱情的关系。情深爱情的关系怎么建立？就是在这画上，在画上你要下功夫，在画上你要去经营，每天借着画中之水的洗涤呢，才能够洗去你的斑点重。内室的交通就是洗去我们的斑点重。在前天。很受那个余杰里的一篇在2006年在写者的信息配答信息里面，哇，那个真的是重重的一击。我们在以弗所书，我们在讲说，借着画中之水的洗涤，洗去我的斑点皱纹，好像要显出我的能力出来。主啊，我借着享受你呢，我就有一些护我的大能在我身上显出来。哎，做那个别人都做那个，但是余杰里就跟我们讲说，这个画中之水的洗涤啊。那个水呢是不能借着血来洗净，那是什么？化妆之水的洗涤是什么？让我们显出什么？显出我们的美丽出来。对，就是之前我在耶利米书讲那个48章11节讲，主啊，我那个是言未善，香气未变。他是感谢主，借着在内室的交通里面，我对神的话就经营了，为了花出代价了。主啊，那个斑点皱纹去掉，让显出我的美丽。我就能够与弟兄姊妹有配搭，我跟我的姊妹、跟我的先生呢，能够有交通，那个美丽才是真正那个化妆之水的洗。哇，这个就很开心我主啊，我不是一个大汉，虽然男人比较强壮，但是那个是显出我们的能力，是显出你的美丽出来，能够跟弟兄姊妹和谐的配搭。
话不是我的错，也不是你的错，是借着享受神内室的交通，我们这个人就能够显出那个美丽。然后就往下看这个一个三个过程，一个呢是刚刚我们说的，再来是那个内室的交通，再一种骏马，骏马是被划了，好，对，这个骏马是在属世上显出它的能力，对不对？我们有内室的交通，但是呢，我们这个人哪能打哪是吧？王五嘛是五，看看八戒嘛是五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可以这样的下一组做见证，是吧？借着这化妆之水的洗涤。那当然我要出代价，在这个画上我有经营，这个洗涤呢才能够显出我的美丽出来。哎，那个姊妹美丽，不是外面衣服名牌的美丽，是里面显出神那个神色的性情出来。哎，被更新，也被变化。哎，所以我一直很对那个新陈代谢这四个字一直烙印在我身上。那个新陈代谢什么？要有新的东西进来。对，那个renew那个新的人，不是外面那个知识的加工，是神圣的性情在我里面有变化，叫做新陈代谢，新的进来，旧的除掉，会显出神圣的美。这是一个过程，我们享受主，然后呢，我们跟主有亲密的交通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能够撇弃世界这些残余。那我们到今天，来到今天呢，我们从二章八节开始。为什么要先提穿山越岭回来？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，我们是不活我自己，对，凡吃我的也要引我活着。不是因为享受主呢，那个复活的大门在里面更新我，不是靠着说，哎，我今天写了一点技能的，我能够讲一些话，或是我在服事上有一些学习了，我能够呢分享一点，不是这些。是借着复活的大门，在我里面洗涤我们，供应我们呢。我跟主之间呢，叫什么？没有墙壁。你看这边，他说那个李弟兄讲过，我们读到这里就是看到什么？这个两种，基督是为我，他是享受基督，基督是为我的，基督是我的良人。还没有到从三章、四章到六章那边才什么？我为基督。对，这只有什么？我来享受主。对，主应该成为我的享受，还没有说我也要为了主舍弃我的，还没有那道。你又在讲，那为什么他先提穿山越岭而来？因为先要有复活的大，我们才能够活出圣别的生活。阿门。但是呢，你看他说冬天已过呢，雨水也止息。为什么冬天已过？就是我们在那个复活大能里面没有完全的相信他，我们就有一些难处，就是内固的自己，我们容易呢就活在自己的光景里面。我们越追求主呢，我们对自己的要求不止高，我们对别人也是一样。这是我们的天然观念，我不只对我自己要求，我也会间接的在内里没有，虽然没有讲出来，我也要求天主能够达到一样的这个 level。还是主保守我们，他不止复活大了没有了，冬天雨水都已经过去了，我们已经享受，我们得到复活的大了。但是呢，因为我们内室的自己呢，那个乖僻的自己呢，哇，我们又封锁，跟主又隔了一道墙，所以才要说末了什么，要在磐石穴中，在陡岩的里面。这是最困难的。我们希望说啊，主那个复活大了，我好喜乐，难出来了，我能够胜过。但是那个人，你能够一直活在那个光景里面吗？活在十字架的那个死的光景，这是最困难。所以他是先有复活的大门，但是我们不能胜过，我们一直要回到呢，在那个十字架同死的光景里面。对，不彰显我们自己荣耀，是彰显父的荣耀。对，我们说，我也不错，我也能够开展，对不对？我也能够讲一篇信息，我也能够有一些配搭。我在小孩里面也能够有一些功用，但主说那些还不够。是，那些为什么不够？因为基督的身量呢还没有在你身上加入。所以我们一直为什么要去开展，就是让你的视野呢被开启，度量呢被扩大。你要说主啊，我何等的不足。对不对？虽然有复活的大能摆在那里，往往我们没有去使用这个复活的大能，胜过那些内在乖僻的个性。所以他说主说你要叫做
磐石谢宗在朵颜的里面之处，要经历十字架的死。基督是先死，然后复活。但是我们基督徒呢，先要有复活的大能，我们才能够活在什么磐石谢宗朵颜的里面。借着十字架呢，我们才能够胜过这些难处。你叫我扶你，你来扶我，都不紧的。主保守我们，因为你是穿山越岭的，复活的那位置。你也是什么，在躲磐石穴中躲爷爷的秘书，所以我还胜过这些小，就什么小狐狸啊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自己的天堂，是吧？借着复活的大门胜过这个天堂。但是他这里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去注意到，他有两处的经节一模一样，二章的七节和三章的九节，这两处的经节一模一样。当我们在这教会生活里面呢，我们很怕，我们虽然有神圣的性情在我们里面有，但是我很怕呢，我们都是有一个什么经验的法则。我认为我有经历过的，所以他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，就是活在这一般神圣的教会生活里面的人呢，很怕他们什么，就是倚老卖老。每次当人家有难处的时候，哇，我就竭尽所能，我有经历什么什么都一直不管他，听我听我就一直的祈祷。我自己也是一样，当我软弱的时候，弟兄姊妹来看我的时候，在跟我倾倒他的经历的时候，我里面就想说，哎，你无拄着我，你拄着我呢，你可能嘛，我都会你也胜不过，我都有这种光景。所以这里这两处的经节说，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牛，郑重的嘱咐你们，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我所爱的他，对不对？等他自己起愿。我们说为什么？我说第一章跟二章的五节那里，我们为什么是一个三段的刑法？基督徒就是在这三段里面，为什么他一直说？等他自己起念，因为我们他这里特别跟我们都对这应该都很熟，他是串上叶。如果你有看过那个 Discovery 那个节目，你看那个羚羊，他从那个山顶上，从山顶上，然后是一个峭壁哦，从山顶上这样下来，你看他那个速度快，而且他不会摔倒，所以那个串上叶羚羊那个复活，他能够胜过一切的难处。当我们来到隐秘中呢，基督徒一定要有隐秘的生活，你跟主之间有亲密的关系，那个复活大门呢，在你身上就能够显出他的能力出来。当这个复活大门显出他能力出来的时候呢，你就能够留在那个磐石穴中，就留在基督的死里，在基督的十字架上面，你就能不会在那里哀声战道。我们为什么有复活？我不知道在前两篇的。这一点点就好，在前两次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基本定论里面，有一本书，那里有讲第六篇，他我对那个词本来不能接受，它叫做残破的经历。基督徒都有残破的经历，为什么叫残破的经历？就是我们经过一层又一层，我们都有困境。那你困境呢？你什么能够胜过呢？对，你用什么样的看法？那是人性的东西，但是不要有太多你那个自己那个经历来压在我的身上，那个是你里面是会垮的。借着人性看望，然后关心，你就回去；人性的看望关心，你就回去。因为他会回到他的深处，借着穿山越岭那个复活的大门在里面，就让他能够活过来。但是绝对要有弟兄姊妹的关心，你要去看望，不是电话的关心。弟兄姊妹的你得所苏醒，是那个残破的。就是因为我们都有这种过程，有山凹有高山，有山凹有高山，这就叫做残破的经历。这些经历呢，就成为激励我们能够越过越爱主。阿门。是，阿门。赞美主。